老板，我一早盯着那棵树呢。这棵树真特别啊。今夜子时之前，对后池承认你是魔派奸细，让后池彻底死心，否则就给魔尊收尸吧。只要你说，你还愿意当我妹妹，我就已经守你、护你。有何故写相思？有些结局不可以。我是魔派的人，我们是敌人。就赠予彼此，你说心愿安置。你是认定我不能把你怎么样是吧？对，你堂堂仙长怎么会跟我一个没有灵力的小女子计较？还有一件事，我也骗了你，棉花糖不可以乱吃，只能和心爱的人吃。所以以后慎吃棉花糖，后吃仙掌。